姐夫来了。我把话说完我就走。没什么好说的啦。你凭什么进到我房间？你出去，你出去！孙家柱，孙家柱，赶快打119报警。应该是110吧。哇塞，这么火爆、啊，到底要不要报警？警察才不会管这种事。那万一姐夫一气之下打大姐怎么办？你们俩在这边偷听什么、啊？妈，现在正精彩。精彩什么啦？姐跟姐夫现在在里面谈判啦。啊？你们看着我，我要怎么说话？我看不看你是我的自由，你爱说不说也是你的自由。我以为你很明理的。我不明理，我有没有听清楚？你说我不明理，我都已经决定要牺牲小我了，这还叫不明理？一个明理的人，在朋友有难的时候，一定要出手帮忙的。我没有出手帮忙。你的意思是我看到朋友有难，但是我却是一个不出手帮忙的自私鬼，所以我帮了富邦，帮了倩倩，帮了拍熊，从头帮到尾，结果我竟然还是一个自私鬼。如果你不是自私鬼的话，那为什么看到我跟倩在一起，你就要生气啊？我又没生气。如果没有生气，那为什么掉头就走？一，因为你不是朋友；二，因为没有发生困难，为什么我不能掉头就走？所以就是你没礼貌咯。我没礼貌？看到你的朋友倩倩和不是朋友的朋友的我在一起，就掉头就走。既然不是为了生气，那除了没礼貌，还有什么原因啊？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啊。什么原因？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因为你吃醋。我吃醋？我吃醋？你少臭美了啦你！哦，哎，吃醋又不是丢脸的事情，你干嘛不敢承认啊？我又没吃醋，我干嘛承认啊？吃醋、没义气、没礼貌，三个你选一个。啊，反正啊，我也没有资格吃醋啦。我很认命，我是卑女命，做卑女的、啊、只有牺牲奉献的份、啊。什么卑女啊？啊，这是我的事，你不懂啊。为什么你可以对朋友好？我就不行啊！你知道倩在那种地方上班，会有很多麻烦的。我去接送她上下班，纯粹只是在照顾一个朋友。那好啊，好啊，你去照顾一个朋友啊！你来跟我解释这么多干嘛啦？我以为这种事情不需要解释啊，我以为你有了解。我只在帮助一个朋友。了解，我都了解。以前是富邦要保护倩倩，现在是你要保护倩倩，你们大家都要保护倩倩，没关系，留我一个人没关系，反正我是无敌女金刚，我是青蛇，我是红娘，反正，我退出算了啦。你要退出什么？反正观众又不喜欢看我配杨丽花，那我还赖着不走干嘛？我和你还有杨丽花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那阿公呐，杨丽花是配许秀莲，我不是许秀莲呢，那我当然要退出啊。我喜欢的是你，你干嘛退出啊？你少来了啦！你喜欢是你在说的，我又不知道。被我打了两次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啊！你的脑袋在装什么东西啊？我又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某一黑马赫的那个黑。徐美，我
可不可以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？这件事情究竟跟杨丽花、青蛇还有黑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啦，都是那个冯拍熊啊，他就说我是悲女命啊，然后我就想到我妈有很喜欢看那杨丽花跟许秀年，然后杨丽花跟许秀年是他们是。都没声啊！对啊，说到歌仔戏之后就没有声音呢。妈，要不要报警啊？报你的头啦！可是，什么？到垃圾未啦？还没得签呢。什么？什么？啊，我可以做一名男朋友吗？啊？是真的男朋友？是真的男朋友。啊！你两个哦，现在又在帮谁的忙啊？你两个那冤冤无代志吼，可不可以帮一下我的忙？不要再给我黑惊了，好不好？一下真的，一下假的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嘿，就是哦，就像一个我要打一个喷嚏了，啊，你哈哈哈哈哈哈了半天，那揪不出来了，哇，艰苦哎！你两个起码保持距离了哈，以测安全。哎，妈，你妈啥啦？放开啦！你哦，我讲几个你才了解哈，人家现在做你男朋友，不是在给你喜欢呢，那是假戏真做，你戆到咧白白上了你啊！淳妈，我承认我以前对一美没有兴趣，因为她不是那种带出去会让我很拉风的女孩。所以，当我自己发现喜欢她的时候，我以为我病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她治好我的自卑感。我再也不需要做一个别人眼中很拉风的我。许议员已经彻底被改变了。这阵子，我总是在笑，不自觉的笑，心里就好像长了一片草原一样，可以在上面打滚。每次一睁开眼，就在想着今天到底要用什么理由、什么借口到淳妈家吃饭。每次待在这儿，就想赖着不走。我喜欢看着你们大家大声的斗嘴，用吵闹的方式来表达关心。这间小房子有好大的世界哦，有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道理。以前我曾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外表才开始认识他，然后越认识就越失望。可是这次不一样了，我一点一点认识了一枚，我一点一点的喜欢上她，孝顺孙辈、孙妈，还有阿公的样子，和在美家住打打闹闹的感情，对朋友的鸡婆。我喜欢她的笑，像个傻瓜，哭得像个包子，还有生起气来，那些莫名其妙的逻辑。我现在知道了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喜欢。淳妈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喜欢不只是喜欢，它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所以可以吗，淳妈？这样的我，够资格做一名男朋友吗？你这是哪一出连续剧的台词啊？哈，什么越认识越喜欢啊？他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，你知不知道？
他连盐跟味精都分不清楚，你知不知道？阿哥五了，他上厕所十次有五次都忘记冲水，阿你知不？还有啊，每次洗澡哦都是忘了拿衣服了，早上起床哦有时候三个闹钟还叫不起他呢。还有，他哦连他爸跟妈，可不可以请你让我慢慢发现一美其他可爱的地方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发誓。我真的是认真的，我再也不会让孙妈你的哈啾打不出来，可以吗，孙妈？请你答应好不好？让我喜欢一枚。哎，要是哈你敢欺负我们家一枚哈，我就把你的皮剥下来炖汤喝。二姐，你干嘛？好感动，比初要的小说还要感动。情场得意，赌场就会失意啊。大姐，不要怪我狠心哦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说好的100万以下，所以你输了600万，等于一得一，一二得二，一六得六，六下就六下，没人在怕的啦。哦，好。孙家主很痛哎，你等一下就不要输我。哎。还没完呢，还有五下。对哦。来，姐夫怎么样？要不要英雄救美，帮大姐挡五下？为什么帮你挡？什么为什么？哎，你是谁？你是我男朋友哎，男朋友本来就要帮女朋友挡啦。第一，你又不是美女。第二。大义灭亲呢，才是真英雄。第三，你愿赌就要服输啊！帅啊，姐夫！爸，哎、你看呐、哎。没关系，那个徐议员是开玩笑的。准备，我也是认真的、哎。你知道吗？玩游戏也要玩的有品，而且啊，耍赖是最不可取的，对不对，准备？啊、也对，也对。妈。哎呦，别跟我叫啦！男朋友是你自己选的呢，哎，欢喜做甘愿受啦，哎，都你啦，我又要冲算了啦。哦，好啦，你们现在全都一国就对了啦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啦？不然，大姐一句话，跟我交往5天的值日生怎么样？我不要，谁怕谁啊？打就打。好，那我就来喽。要来喽，孙家正，快点啊！好啦，等一下哦，准备喽。啊，算了啦，你是我大姐，我怎么舍得呢？家主，姐姐没有白托你，来坐下，坐坐坐。哎，属狗熊的你，阿公你叫啊，今天轮家主啦。哎呦，哎，什么有啦？阿姆进去。孙妈，我去了，顺便陪阿公聊一下。拍谁嘞？谢谢。哇，徐媛真是马屁精呢。你嘛跟差不多的啦，每次都架起扣去帮你照顾阿公啊。是几扣哥自己要去的啊。你个。你们给我听清楚嘛！这个几颗呢，我是越看越满意了。你们现在什么事都叫他去做哦，到时候把他吓跑，大姐哦嫁不出去，你的宅戏我来搞。你很奇怪呢，我们现在才刚开始而已，什么降价的啦？
别使啊，那害得还嚣啊！先让他们做做朋友再说啊。哎，说什么说啦？他再考不上大学哈，我就给他嫁出去。我才不要嘞！爸，你也舍不得我这么早嫁，对不对？女孩子呀，早嫁晚嫁是没什么关系了。哎，李妹啊，你来。好。听爸说啊，这女孩子啊，早晚嫁人是不要紧啊，最重要的呀，是要遇见好对象啊。我看徐议员呐，这孩子当初我是看错了，你妈跟我本来都认为徐议员他不爱念书啊，在外头私生活也挺复杂。可是啊，我最近发现徐议员这孩子很有想法啊，做什么事啊也按部就班，挺不错，人也孝顺，懂礼貌，最重要的他对你很好，对我好。哪里好啊，你弹耳朵都不肯帮我打。哎，你笑屁呀你。哎，因为啊，老爸也是男人，那男人看男人不会看错，相信老爸，议员是个好孩子，不错，老爸很替你高兴。